谢谢。3000多哈，发票呀这些年票吗？现在就开。一个点好就说了，很多朋友留言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，能不能给我们拍点贵的？能，1880工作餐 Let's go。 吃这么贵的东西你们觉得我慌吗？你好，我预定了，我要气泡水，谢谢。因为气泡贵，这一瓶都是我的是吧？ OK， 谢谢。一瓶都是我的，随便喝。我就不用点了对吧？就直接一个是5道式的商务午餐，还有一个9道的时令品鉴套餐，以及传统的海鲜套。哪个分量多一点？9道的。9道，我要9道，1880，选5道的，吃不饱。旁边一个小孩，这么小就能在这样的餐厅用餐。有些人一生的梦想就是去罗马，但是有些人就是在罗马出生的。Hello。Would you like anything to drink？ Drink？ No。No， 很明显他拿了个单子，大概率要钱，不能点。今天准备的三款餐点小吃分量有多大呢？看一下，这个更离谱，这个看着还挺实惠的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这个是一个鱼，观感呢就是薯片上放了个山楂糕，就是薯片上放了个山楂糕。这豆子怎么吃？生的，没有餐前面包什么的吗？这个吃完之后就是餐前面包。哦，餐前面包是胖吃吗？胖吃。太好了，从这个馓子开始吃起。说实话，比馓子硬，味道都差不多。餐前面包第二种，下面有个烤番茄。好吃。我想哈尔滨的那个列巴，非常脆，还冒着热气。哇，好脆！是，都掉渣儿哈。所以开始第一道，这面包不会收吧？问着。哦，谢谢谢，那我就放心了。9道菜的第一道，比刚才那个带壳的大了一圈，两片帝王蟹，中间加了一片番茄，春天在嘴里炸开的那种感觉。谢谢，上家伙事儿了。这道是新西兰的鳌虾，上面是十年混血的鱼子酱。十年混血，十年混血的一个鱼。什么跟什么混的？它是用15年的鲟鱼跟10年的鲟鱼，两个鱼种做的一个。明白了，10年的跟15年的叫混血，很精致。哇，好热。盘底剩这点汤肯定是不能浪费的。我现在除了饿没有任何感觉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主食，弄个面一系列。3道前菜的，看一下啊，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比较稠的一个带汤的，但汤又不是很汤的一个烩菜，上面是八爪鱼，还有刚吃那生豆子，人都给弄熟了。这盘确实浅，我个人觉得这道菜一般。配面包好点。这边的话是下一道菜的一个小故事。要闻一下，要不然您喷我手上吧。我觉得我是闻到了，我特意。哦，这个是有的，有的，徒手，不能浪费。这么大个面包，红心的。哦，看起来很大，跟我们的那个麻球那种感觉挺像，蘸这个酱吃。跟我想象中一样的，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。下个应该是汤吧，哦，面到我的领域了。咱先稳一试，看看那是什么面。这家餐厅应该是个法餐，所以它应该是个法式打卤面。谢谢。上方的话，它就是用的日本蓝鳍煎条鱼做的一个法餐。我们是一个法餐厅，对吧？意大利餐厅。哦，意大利餐厅。对不起啊，这边是一个意大利餐厅。那意大利上意面就不奇怪了。我上一次吃意大利餐应该是在必胜客。巧了，吃的也是意面，这个分量就是吃了前面那么多菜之后，我反倒觉得这面给的还真不少。上面是金枪鱼、蓝鳍，面条的是九叶宽。谢谢。这是我们厨房的大蒜吗？我自己的。到这个面不适合配素，一口就吃完了，闲着就吃面包。你好，他们点那个吃什么呀？海鲜锅。那一份要多少钱？大概3000多。哦，谢谢。3000多，没有必要。那边一位您的一个女粉丝送给您的，哪一位啊？他们想过来跟您一起合杯。哦，不用送酒也可以喝呀，这么客气，这应该挺贵的。Hello， 谢谢谢谢谢谢，觉得还不错，是吧？这个大概多少钱？130。姑娘破费了，好喝，谢谢谢谢。你看你也走了，你要是不走，我高低给你加个那个海鲜锅，3000多的，走得太早了。这是乌龟虾的这个部分，皮皮虾嘛，泡沫的，不是肥皂泡沫，这个是大蒜打的泡沫。牛肉先吃肉。
确实爽，好吃的。人这会儿走的差不多了，2:20了。这是鱼啊，中间加的是什么来着？我忘了。烤乳鸽是吧？对的。你再来一勺子口重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我以为这是惠灵顿脆皮烤乳鸽。鸽子肉特别的嫩。嗯。现在已经是3点多了，餐厅里除了我，剩3桌人。哇，这个没见过，来吃过的打个吃过。冰冰凉凉的，不是特别清新。就这么说，它甚至清新的有种肥皂味。一个冰淇淋。谢谢谢。最后一个。哇，好的 ，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撤了。谢谢。3000多哈。因为你的套餐是2.99。哦，就是9道菜那个是2988。哦，我以为是1888，可以选5道，可以选9道。意外啊，意外！我是来吃1880的套餐，然后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，我自己选的9道菜的那个套餐比预算多了1100块，总计呢就是这个数3000多。我那个1188的套餐，我刚才吃的已经把它都喊掉了吧？还是说？完全不一样的，对的。哦，那有可能就我要可能还要再需要再吃一次药。是的。不好意思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Cassie。Cassie， OK， 谢谢 Cassie。就这一餐照顾得非常好，服务做得非常到位，我可能大概率还要再来吃一次，所以就，好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